看看新闻网。电视剧《原来是美男》啊中，朴信惠饰演的是一位单纯善良的实习修女。为了保住自己双胞胎哥哥在歌坛里的人气，她毅然决定女扮男装，假扮哥哥高美男，混在人气偶像团队中。从此也引发了一系列温馨搞笑的故事。너뭔가있어솔직히말해뭘말씀입니까태경이형이랑수영장에둘이만남아서뭐했어둘이뭐야저는저와형님은말안하면쏜다쏘지마십시오虽然高美男和哥哥长得极为相似，但是由张根硕饰演的黄太金还是觉察到了高美男女扮男装的事情。尽管他默默为高美男保守着这个秘密，但是没想到在一次记者发布会上，高美男身穿女装走进会场，决定对媒体公开自己的身份。就在这关键时刻，成员星宇及时用衣服罩住了高美男的面孔。죄송합니다저는사실남자가아닙니다지금저를보시면화가많이나실겁니다용서해달라는말씀도드리지못하겠죠정말여자네참예쁘네어떻게그동안내가몰랐지유남이너어설픈줄알았더니대단하다故事到了最后，这位可爱的实习修女不仅保住了哥哥在乐坛里的人气，还收获了友谊和爱情。자이렇게잡으면비비고비비고비비当黄太金从舞台上走向他的时候，终于表达出了自己的爱意，而这场戏也无不感动了所有电视机前的粉丝和观众。계속얘기해줄테니까매일매일잘들어사랑해